各位国民大会的好朋友大家好，首先先感谢大家对国民大会的支持。那今年是兔年呢，我在这边祝大家前兔似锦，红兔大展， Happy New Year to you。 没有在初三睡到饱的习惯，我是如果没事我一定是睡到饱，过年当然就过年，大家这个在家里多睡多睡饱一点啊，对这新的一年啊，一定是我觉得对不管是健康啊运势应该都有帮助嘛。因为之前人家不就是讲说初三就是要睡到饱，那睡醒之后去拜个年啊，打个麻将啊，然后跟家人团聚啊，其实都蛮好的。你看你天黑成这样，你确定有在睡吗？我黑眼圈，然后我这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澄清一下，我不管睡多饱，黑眼圈都这么黑哈，因为我是鼻子过敏的关系啊。但是我想，如果在过年期间多休息啊，穿得比较暖啊，黑眼圈应该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啊。一定会吃的年菜，就是寓意。其实我过年吃最多都是年糕啦，因为我们长辈呢在除夕的时候我们都会炸非常多，然后也真的都手工做的嘛。所以每一天呢几乎都吃得到年糕了。新年新希望，新年新希望当然是希望越来越多人来支持我们国民大会。Yes， 然后这个大家各方面都顺利了。没有什么要选立委之类的？选立委现在是过年，现在是过年的时候播吗？对对对对，过年后的话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。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或者是那个党需要我的话，我就会跟大家报告。